来，再提一个。啊，不就还好？他是那个屁孩，放心，这么小啊！你去死啊！我要点哈基，哈基，狂点，先点再说。可以。我怎么点不掉？哦，我被你的烟，我不能救人了哦。是打手的意思喽。我要救人。是这样吗？是。我好我刚要救你耶，为什么你会爆啊？我被气要炸死。哦，你被，难怪我救不了你啊！你又扔我东西。哎，我先讲一下哦，屁孩有两个哦，我们来当报名吧。你给你投，你要几号？13号。好，13号。哎。13号我认识，可以，行，我也认识。哇，13号是大大欸，是我真斯的觉文得玩他得应该不是错的大大。哇，碎啦！对呀，打到自己人啦、啊！哇，干嘛？原来狙击有两个哦，我等下调掉，可恶！好。要当个平民也不容易耶。真的啊！哎呦，是哦，哦，那个那位，你不要再保人了，你下一回合是三哦，你被杀了。所以必须有人退出繁星才能进来。嗯，退出什么？没有啊，我就是要观察者啊，这样我就是没有生，我就是观察。诶，我等于是一个摄影机。结束了，等一下哈，确定，再来是提六号，六号再见。哎呦，好快哦！夜神，我们来多一个屁孩。居然模拟器跑来玩了，谁？夜神模拟器啊！哦，按错，想干嘛？你想炸谁呀、啊？没有，你是不是想炸小李呀、啊？没有。我等这场结束再讲，我刚刚炸死。好，结案。
你说你的职业啊？抽不到。哇哦！我刚刚就是有没有想要点一号，结果不小心手残点到二号。这样哦。小李是谁？小李是小李啊，就是。各大台啊，他应该没有续订我啦，他有续，他有订阅哈记的。你不知道小李是谁？哇，我好猛哦、喔！我只是屁孩哎、欸！繁星加我好友，拜托，没有啦，我这次就只是挂着啦，我要玩都是会开台玩啊，所以我不会私下玩啊。上次那个 CSO 也加一堆好友，可是我没玩啊。再来是 T 七号，这时候大家应该狂点，加加加加加加加，故意很久。对啊，哎呦，警察要来办案喽！我死掉了，我死掉了。起烟完还是可以被蒸哦。哦。对啊，现在不能，好，就还好不能集体送花，集体送花超卡、欸。他想送花，打他。几号？九号吗？好。有。最可怜的那种，手抖，迷失下一场，我还是不知道他这职业是干嘛的哎、欸，我也不知道，没关系。警察来办案了。哎，小李，你没保到人，你没带一个走。哇哇哇哇哇哇！谢谢你的针，可惜你没捅自己。可恶！警察办案喽。我是屁孩。不要跟票，有种票我啊！我要按一下，我爱奇艺了，拿个东西。还可以拿东西的。对啊，每一天只要点一个我爱奇艺就有东西拿。哦。以我花头大晒你啦！我没花，我手上没一个，我没看到花。哎呦，再不，哦，哇，十七好猛哦！挡到人还杀人，哇塞，好猛！哇塞，还好你没杀我，还好你赶快杀了他，不然等下要投三号嘞。再来是八号，我来玩个霸凌游戏，好不好？霸凌游戏，对啊，今天全部都选屁孩，玩不了，怎么玩不了？没关系啦，等一下我再开一间新的嘛，这场结束再开一间新的哦。
为什么？好啦，我出去播广告。啊，看来哈基是跟我一样的职业啊！哇，这两个是在干嘛？想炸谁啊？你们两个？来，哈基，想投谁？看谁？等下第一个讲话是谁啊？谁第一个讲话？一定没人讲话啊！看等下谁讲话啊？都没人讲话吗？对啊。我觉得小李很可以，你觉得嘞？有点可疑哦，都不投讲他，话投他，投他，霸凌，哎 欸，他搞不好是屁孩，他就复活了啊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复活小了，李不用谢，你要复活了。哦，哦。哦，当然哦，差一点，完了，一号不能投啊，一号不能投啊，投谁嘞？好，他打字了。谁？好，四四号，好号，啦。要怎么讲话？讲什么话？就打在聊天室上啊。可是就是参与的人只能打在中间，没有参与的只能打在这边。哇，我们下一个人选被票了。哇哇，哇，好，心理学从边边的先杀。哎，有人投十二号，八号投十二号，说错了，15号投十二号，怎么办？15投12号，对啊。那就赶紧投15号啦。他可能是警察，警察发啊！我们的平民死了，平平掉了，居然书画也死掉了，完成他的遗愿吗？我帮你票十二。十二，对不起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完没人选了。你们死掉可以说想带谁下去啊？不然都没有票，没有弹。哈哈哈哈！完了，我就。给个单，给单子，你不要每个都打出来哦。滴，我差点按下去，干嘛啦？他已经是屁孩，还投他干嘛啦？吼，你们很会演哦。哎、欸，就只剩四个，还不知道，其他都已经那个了啊。有两个杀手，好难，我就输了哎、输了吧？输了吧？一其实三我六刚刚看那个雪人看很久哎，哎、欸，还是16号好。对啊，16号啊，哇，结束。哇，6跟16，哇！
确定。八加九有什么功用？什么八加九？我的哈叫这样，因为你打字啊。又不知道投谁啊？返回。哈基。嗯。要快点哦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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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返回好。603。嗯哼，603，所有房间更新列表。好了，这抢很快呢。房间设定。看一下，什么模式好呢？好吧，正常再玩一局 ，Go Go。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哟哇哦，很猛哦！你这死小丑！什么问题啊？哇！好吧，投吧。对，这是有僵尸的模式哎。哇哦！哦！我觉得我要死掉了。我是怕杀手会跟着我的巨蛋打，就没意义了。不用加我哦。欸，我居然没事。你等下就尸变了。要投谁嘞？啊，那个警察没给警单，好可惜。对啊。嗯。从开台等到现在，进来就被杀掉了。哇，没关系，我们一起躺。没给单，死掉的警察记得给单哦，不然会被骂哦。那只能弃票啦。好难抢，没有，我想说刚刚开步步台的时候100多个而已，还想说100多个里面十个里面一个玩奇乐的嘛，想说那就玩奇乐啊。不然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就达尔文计划啊，啊斗争的话又要钱 ，low 的话又很久没碰。哈基是几号？你猜呀、啊？哇哦！好猛哦！我这个单，那不就剩八号了？好猛哦！哇塞！这个警察会给单了、啊。哦，结束了，结束。哈基，你是G哦。
好猛哦！哇哇！任务达成，射死两个平民或警察阵营。哦，屌配合！我们好猛哦！啊，泽泽，再踢你一次啊！拜拜。哎，刚踢到几号？哎，这个玩过踢。哎，这个也玩过，可恶！等一下，我要杀四号，又没穿衣服。不会也没穿衣服。看一下哦，我来开始制定场吧。我看一下哈。来哦！哇塞！我们来医院咯，我看一下，我记得有医院的房间啊。哇塞！天堂、地狱、西部、七层、教堂。哎，不是有医院吗？没有。来来来来来。穿鱼会不会被秒杀？可能哦。好吧，那只好穿打那只鱼了。究竟第一场是繁星会死还是我会死呢？没有啊，要第二场啦，除非杀手跑来杀我。哦，对，有没有人救我啊？我刚本要插自己的，没人救我吗？跟十七号啊。哎、欸，我死掉不能打遗言哦。欸、对，为什么不能打一眼？对啊，为什么？不然我要投四号哎、欸！为什么不能打一眼？欸、奇怪，你有真我？哦，坏掉了哦。哦，没关系。哎、欸，表示我还可以投票喽！十七，十七，十七。哎，我可以投票，耶、yeah! ！我可以躺着玩。What the fuck？ 哎、欸，坏嘞！我的所以下一回合就死人了吗？你又想投谁啊你？不要！我觉得坏了哎、欸。我看我的视野里面还可以投票哎、啊，那投，躺着玩，哎、欸，我站起来了，对，你站起来了，好谁嘞？要插到才会站起来，嗯，没穿衣服。我可以自杀吗？我要嗑药了，不管。你要嗑药了。我要嗑药。啊！所以你有插自己吗？我应该有躺，我应该哎、欸，我有插，可是应该就是自插。嘿，嘿，嘿。看你职业出来，你应该是要复活了啦。又躺着玩了。我又。好爽哦！我又躺着玩了。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在杀我啊！好猛啊！感觉要一个狙哎。看一下哈，哎、欸，有人离开了，嗯，两个G，
然后一个炸弹好了。OK。再来 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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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我可以先 T 那些已经玩过的吗？好，这个没有玩过的，没关系啊，我先 T 那些已经玩过的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。哇塞，你还能自爆，真的是很猛哎、欸！这么多医生，你还能自爆？哎、欸，我要躺着玩的吗？最近躺着玩的。哎、欸，哈哈哈！等等等，我要改投他。我踢错了。真的你那是叶子哦，那是裤子。哇，就不骑你了。哇，结案结束了。哇，哎、欸，所以你刚刚炸谁啊？那么会炸？你是怪不是炸你隔壁的吗？好猛，几率这么低。好，下一个眼熟的会遭殃哦，谁呢？嗯，这个吧，一直想杀我们的，拜拜。还有什么可以玩啊？嗯，不记得，正常场吗？正常吗？好啊，你要哪一种的？僵尸的？能够赚钱的。哦，你要经验赚钱的、哦，那就正常啊。反恐危机，懵懵懵懵哒。裸体错了吗？你是不是想打这个字啊？哦哟！嗯，两个，一个四号骑士。我们没办法躺着玩了，我只能躺着等赢了。踢球，泡球 ，Kiki， 萌萌，晨曦。有机会再见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，路上小心。
玩不到。我是屁孩。啊！哇！哦，我可以给单了。哇哇！这杀手专杀自己人呢、欸。嗯。跟着我的单走啊！房间里面的，跟着我的单走啊！打六号啊，六号啊，剩一片。怎么推的好？要有在线奖励。哦，哇，双真死的哎，好猛哦，好猛。刚刚房间有会飞的蟑螂，打！帮你丢车马飞我过去。哇！哇，好猛哦！哇塞，会赢了吧？